猫猫来看狗狗，打击新冠疫情，可爱的狗狗也能够帮得上忙。德国呢正在训练嗅探犬，他们可以闻出染疫者身上散发出来的特殊味道。而现在呢，印度也开始训练军犬，狗儿只要闻一闻，就能够找出是谁感染了新冠病毒。这里闻一闻，那里嗅一嗅，狗儿不只是人类的好朋友，也是打击新冠疫情的好帮手。他们是德国特别训练的嗅探犬，可以闻出染疫者散发出来的特殊气味。德国研究发现，嗅探犬侦测确诊患者的准确率高达94%。目前正在做进一步测试，希望不久的将来，嗅探犬就能在演唱会等日常活动中守护大家的健康。不止德国，新冠确诊人数仅次于美国的印度，现在也开始训练军中的狗儿成为嗅探犬。只要闻一闻人类的尿液和汗水，就能揪出是谁被新冠病毒找上门。From the data from the samples which we have tested till now, we can infer that the sensitivity, which is the ability to detect the disease, is more than 95%. 全球不少国家的机场和公共场所都能看见嗅探犬的踪影，但印度是第一个在军中使用嗅探犬的国家。不只能保护士兵们的健康，也增加部队调动的机动性。全球新冠疫情保卫战，狗狗也能立大功。华视新闻林芷阳编译。